啊？挑歌，没有好听的歌。晚安，晚安。又要玩空岛啦，只是。哦，好久没用这首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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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这个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。然后我还是没有装砍树插件。嘿，我们就维持原状，然后我也没有去动任何东西。后来想了一下，我的。我的那个神怪塔盖错了，我这个是盖那个铁巨人塔跟那个以前的铁巨人塔跟那个自动，不是自动啊，对，自动那个倒水的神怪塔，我盖错了，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先挖石头，对。刚刚跟巧克力录影，结果我玩得好莫名其妙哦，我什么都还在，哈？什么？就这样子开始了。床战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次不是船战，不是床战。啊，说到床，我等一下要去把那个上面的敲一敲，打一打，弄一弄，再泡一泡牛奶。OK， 那再来我们就是先上来，我这次要改一下，不然通常这个啊，
种在一起其实不太好，原因是因为那个这个种在一起啊，那个树叶都会连在一起，然后效果会变得很差。谁又赖我？好，要敲掉？那我今天下午在干什么啊？哦，我先看一下哦。哦，我又没带。哦，还有啊，你们那个全家那个买一送一的能量饮料，不要买，难喝死了，没什么味，没什么甜甜的味道。不买了，不买，下次不买了。再来，我看一下哦。应该烧好了吧？那下午没有参加到台的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是，空岛，嘿，只是。比较特别一点点的空岛，它有 NPC 可以让我买东西。好，然后现在我的作物生长是调30，会稍微快一点点。这样盖才对啦，吼！所以我们等一下把这边都拆掉，一二三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我好像盖错了什么。然后没回过神来，下午不是录重战，下午是录那个秘密，现在不能讲，反正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啦，啊，有新的东西啦，啊，只是说。跟 PVP 无关。安安哦，阿长安安。那再来，啊，下午盖一大堆，现在又要拆掉，真的是哈很。
其实等一下拆了又要再补，我觉得我到底在冲啥小？一直在盖错啊！天哪，我没事没事，还好。嗯，应该还好吧。哦不，我们的火把还好啦，还可以啦，我不难过，不会痛。怎么巴西啦？欸，为什么会摔啊？我是没按到哦。好啦，不贴着挖了啦，气死！我想说就是不想要浪费啊，你看。我是挖到脚下，傻眼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在偷笑？这都是下午盖的啊！我下午就在疑惑，想说是要这样盖吗？好像又不是哎、欸，我在盖什么？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在我没空。然后刚刚观台去录影的时候，就在想下午在盖什么。我下午盖的不就是算是后期一点的深怪塔吗？啊，我怎么会这样子盖？然后就疑惑到跟巧克力录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啊，对啦，我盖错了啦。所以我们现在晚上要找事情做，自己种的因。然后自己又要把它拆，本来是啊，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圆啊盖得好小哦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们之后那个扩出去的圆我要盖大一点，不然这个圆好小。你差一点都从椅子上掉下来了，你是笑到滚下来吗？欸，这是我第一次死欸，不要这样好吗？我打怪没有死掉欸。干嘛要蹲？白痴哦！啊，现在没火把，糟了，接一根。哎，不对，哎呦，有火把哎、欸，有找回一些些，这里。应该够亮吧？啊、该不会生怪吧？好，下去回收我们的什么嘴巴抽筋啊！你也太夸张了吧！你看啊，这样看过去虽然感觉很大，可是真的很小，所以我们之后要盖个23×23吧，就盖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不会游泳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刚刚
突然不会游泳哎、我跟法师 ID 就是很像啊。浪费了一堆鹅卵石。等下还要砍一大堆木头做地板呢。哎呦！有没有这样看下去？真的，这个岛很小，那个环很小，所以我们应该盖大一点，17×17太小了，不然就是31×31。哎、欸，是因为我死过了，所以算睡觉吗？夜妹没出来。午觉睡醒了，天啊！我还在等你们帮我用那个哎、欸，砍树插件哎、欸，想说下午都看你们人都不在。插件不会哦，好吧。没关系，我晚点问杰克好了。
啊、哦，再来要做地板门。嗨，杰瑞。哎呦。哦。哎呦。我要回答我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这样吗？